首先拔掉电源，拧开四个角固定螺丝，打开上盖，注意保护好两边的水管电线，取走平衡挡板，拧开内筒固定螺丝，拿出拨轮盘，拧开内筒固定螺丝，取出内筒，可以看出里面滋生了大量细菌螨虫，仔细清洗内筒壁，刷洗干净内筒，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原样装回就可以啦。